快走吧，说不……啊！吓死我了！明明是出来玩的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请帮帮我！人的声音是被他们袭击了吗？没办法了，快过去看看吧。 谢谢你们救了我。哇，露娜，远处好像有什么东西，那应该是雷欧城吧？感觉好可怕哦，要是里格瑞大叔在的话就好了。 家伙是队长吗？我能感觉到非常邪恶的气息，和刚才的怪物截然不同，小心点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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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没事吧？何里斯竟然知道里格瑞大叔，而且听起来似乎很尊敬他。哦，刚才那是什么呢？总觉得令人不安。就算有何里斯在，骑士们未免也太松懈了吧，一点紧张感都没有。和港口的气氛截然不同。对了，港口在事态发生之前好像也是风平浪静的样子。我们是受到圣骑士团团长这么放心没问题吗？萨拉不敢啦，我们去挑弗雷伊的礼物吧。啦啦啦啦，这个歌声是什么？啦啦啦啦，你们何里斯不在城里，不良分子就开始作乱，不管去到哪都有这种不要。哼，真令人失望，我偷偷把乐谱拿来了。嘿嘿，我很棒吧？我来看看呢，后面一看就还有缺页。哦，要不要问问看那个爷爷呢？小伙子，诞生于险恶世界，迎来残忍命运的你是一阵风，正义之风的勇气在我们心中留下。啦啦啦啦。好久没听到那首歌了呢。就是有顺利传话给诺伦吗？没想到会拿到何里斯的亲笔信，大叔应该会吓一大跳吧，赶快拿回去给他看吧，快点快点。怎么这么快就回来？大叔果然不肯告诉我们，而且总觉得他的表情有点沉重。哎呀，不管了啦，先去见弗雷伊吧。哈喽，你从姆卡卡会捣乱真的是因为怪物出现的关系吗？还以为回到艾伊里斯就没事了。啊，那些家伙真是的。别烦恼，你去了有段时间了。因为我要确认石碑和剑。
好吧，既然亲眼看到了荷里斯之战，应该有很多感受吧。哦，是啊，我也会像他们一样，我也想听关于剑的故事。那把剑是我父亲的，杜普雷也是前任骑士团团长，因为有他的牺牲。原来是你，我总有一天。嗨，放心啦，是你叫我来的。你一直在战斗，也该适时的休息，不然我们去花田采花吧。弗雷伊不是想要吗？怎么会连一朵花都挑不出来呢？抱歉，我想尽量给你挑最漂亮的花，如果你帮我，我会给你苹果派的。什么？真的吗？耶耶！既然说好。按照命运发展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拉顿的碎片啊，回应新主人的呼唤吧。Hefelede, Halatinga。败了吗？你没事吧？赶快起来，露娜！打起精神了吗？好像没有大碍。这里是哪里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之前没看过，感觉是另一个世界。我们先到外面去吧。有不祥的预感。你看那边，有个雕工精细的石像。看起来费了不少心思制作，怎么会毫无管理呢？靠近一点看看吧，也许能知道这里是哪里也不一定。怎么回事？这些怪物为什么会朝我们涌上？这家伙不是普通的怪物，我能感觉到他充满了敌意。
险，这下可以稍微放心。啊，等等，这前面也有数不清的怪物。哎呦，这里到底是怎么搞的？啊，看那边，怪物们在攻击可爱的狗狗。啊，不是狗狗吗？长得真奇妙。谢谢你们，马路。哦，那边好像有什么神奇的东西。